歌曲的演绎会比较不同，因为就有吉他手就是我们的 Lee， 他就会 Lee 我，然后我就会配合他一下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倒数三二一是一个以不同的方式去呈现的。是，那我也要特别的谢谢那个启智和燕青，因为他特别在很短的时间把那首歌给写出来啊。可是我一看我就很喜欢，所以我其实没有想太多。这首歌我渐记得是我没有笔稿的，有两三个歌词。真的吗？到最后我们写真的，你还忘记了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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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三首，然后我们就写了这一首。对，因为这个名字比较容易记，倒数三二一是比较容易记的，就好像你在新年的时候啊，你总得倒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歌名我们其实有想到说，哎，那个时候要发，所以歌名也想一个比较贴切的，对对，比较靠近那个季节的东西的歌名。对，所以我们在应节的时候，就是圣诞节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拍了一个 MV，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网，就是 YouTube， 然后就输入就倒数三二一，然后阮中威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V 了。阮字是耳朵旁一个圆哈，很多人觉得哎，这名字很特别，其实OK 啦，已经有很多名人出现了哈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你像阮经天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我没有他那么帅，所以没有他那么帅。哎，那我是因为我是本地的比较独立的音乐人哈，所以呢，我也希望可以得到本地的支持和鼓励，所以这首歌是本地创作，启智老师以及燕青帮我写的歌，倒数三二一，也收录在我的暖暖手 EP 的第三首歌曲。
们去 YouTube 的话，可以看到他的 MV 哈。我们其实虽然我们常常把独立挂在嘴边说哈，可是其实我们做的东西已经不再独立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觉得现在的独立歌手，就是本地的独立歌手，其实比较不可能做 MV 的，因为他们有一定的预支，所以那个钱就会省在做更好的音乐，或者是把那个 CD 包装的更好。可是我们就超出那个，因为你很自恋，对，是因为你很自恋，想真的拍这些 MV 吗？没有，我就觉得做独立歌手就是希望可以完成真的一个歌手的梦啊，就除了可以录唱片啊，可以卖唱片以外，可以演戏，对不对？可以拍 MV， 还是成人之位，就是有女主角，然后可以跟她有一些亲密的一些。其实女主角没有什么选啊，因为如果你们可以去 YouTube 看的话哈，那女主角是没有办法选的，因为没有什么预算嘛，所以就随便在路上捡一两个就好了。这样讲，他听到会难过啊。那。